老 baby， 我问你个问题。你问啥问题？你别忽悠我啊！不能正经问题。你问吧。我姐我妹儿，我谁好看？阿萨。你笑啥意思？你没啥意思啊。那你说呀。我得想一想啊。这玩意儿还有想吗？都好看，你们都好看。你对付我。你们都是爸爸的宝贝儿，哪个都好看。怎么说豆豆眼睛大，怎么不说我眼睛大？嗯，他的眼睛大吧，那是瘦显的。意思我眼睛小呗。哼。小豆豆，我把姐姐的奶驼给喝。谢谢姐姐。你今天咋这么大方呢？我一想让他长小眼睛。你不用纠结那个眼睛大小的问题，你看姐姐小时候的眼睛也小，跟你一样。你看长大了眼睛不就大了吗？那我现在咋整啊？哎呀，女大十八变，你长大就好了。那我是不是多吃点饭，多喝点奶，是不是就长得快？对啊，这海普诺凯189去奶粉特意给你姐俩买的，科学全面配方，营养足，还好吸收。小嘎豆子，你眼睛挺大的，老干妈给姐姐喝吧。干。